我想变成暖暖毛衣，抱你在怀里，想念的歌谣我们比。选没选上这个啦啦队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选上队长的这个奖品。就是如果谁赢得了啦啦队队长，我就可以无条件答应下任何要求。是我跟雨晴说的。你太小瞧我了。我希望你能胜出，而且我希望你胜出之后能和云海和好。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就是背叛我？如果我赢了比赛，我也不会和你和好。云海他就是爱吃醋，他谁的醋都吃。丹墨，雨晴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请你不要因为这些小事伤害他。我怎么伤害他了？你就是自负，你要是不自负，我们两个也就不会负。哎，这个挺好看的，谢谢。哎，这个我买了。好漂亮的卡子呀、啊！你们怎么都来这么早啊？昨天啊，练得我腿特别疼。哎，雨雪，你的发夹好漂亮啊！是啊，在哪买的呀？好像是七色花吧？我为什么不说话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东西大有来头呢。某某同学送的吧？哎呀，什么某某啊？不是某某，是某某某某吧？张瑞坚也是四个字啊，应该说是慕容某某送的吧？好了，我们后天不是还有比赛吗？我们训练好。放心，我们一定会配合你拿冠军的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慕容小姐，下班的时间到了，要是没什么事情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啊，没什么事了，你先走吧。好，再见，慕容小姐。嗯。喂，小黎啊，我想请你吃个饭。好吧，一会儿见。这种环境你不习惯是吗？没有啊，这个地方以前不是来过吗？是啊，以前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没有钱，只能到这种地方吃饭。那你现在也没有钱吗？怎么说也是品牌的总代理啊。我现在虽然没有你家有钱，但是请你吃顿好的还是可以的。只是很长时间以来我对吃的没有什么兴趣，就像汉堡包盒饭天天吃也不会腻的。不过我今天突然想吃一道菜，这道菜就是这家餐厅的东岸子鸡。这个、嗯、记得那时你带我来的时候也给我推荐这道菜，说他们家做得特别地道，不过真的挺好吃的，我也很喜欢吃。好，来尝尝，和以前你不一样。味道跟以前一样的，还是很好吃，你也吃啊。对儿，嗯，你觉不觉得这道菜很像我们之间的经历？你不会是带我来怀旧的吧？我并不是想要借此抒怀，让你重新回到我的身边。我这个人缺点太多，配不上你。以前我所犯下的错误，特别是失去你，是我一辈子心里最痛的事情，但我不能一次就被打倒，我要继续走下去，让从前所犯过的错误以后不再犯。早点休息。你也是，开车小心一点，拜拜。拜拜。
谁送你回来的？你管那么多干嘛呀？说啊！别闹了，走开。你这样对得起叶硕吗？你怎么又跟他掺和在一起了？什么他的呀？人家没名字啊。说呀、啊！小海，你们两个又吵什么呢？啊，没事，跟老姐聊聊天。啊、走啊！给我把事情说清楚。什么呢？走啊！什么可说清楚的？你今天我疼了，弄疼我了你，轻一点。说。干什么呀？老实交代，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嗯。好了，我告诉你今天的事。第一呢，这是我的私事，麻烦你不要当闲事婆，好不好啊？第二，不许多嘴多舌，跟爸妈打小报告。第三，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我跟小黎现在只是好朋友。第四，不要告诉叶硕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慕容云朵，叶硕是我好朋友，你要敢伤害他。我也警告你，慕容云海，你要敢在我和叶硕之间挑事的话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还有，你要实在挑的话，我也不怕你，因为我和小黎现在只是好朋友，吃个饭而已。我现在想睡觉，晚安。喂，哎，老姐，晚安。乖啊。嗯。马上就要比赛了，能多练一会儿就多练一会儿吧。快洗吧，还没水了。知道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嗯，一会儿见。好，拜拜。祝雨荨加油啊！哎，雨荨。灯木。怎么现在才来啊？马上就要比赛了，我想多练一会儿。我先进去了，一会儿没热水了。嗯，加油啊！好。怎么了？他没事吧？还不知道怎么样。
大夫，他怎么样？